这就是好莱坞吗？好莱坞不是都是画的蛮夸张的。不想起床，不想起床。Oh my god！ 今天灯光超级好，又是 sunny day today，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那个从刚刚上市我就买了的那个Charlotte Tilbury 的 Hollywood 试一下。我今天这个眉毛画的是粗的那一种，这就是 Hollywood。这个颜色是对的。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蛮 boring， Hollywood 的这个颜色。没有什么颜色，特别的温柔吧。如果在阳光下暗一点，日常的颜色，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可画的，因为它就这么两个很那个什么的颜色，所以就把这个颜色打在这个眼皮上面，因为它真的是没有什么颜色，所以你就画吧，还是这个颜色。从后面这儿，然后再用这个稍微粉一点的颜色，今天就可以画一个比较 strong 的口红，因为这个眼影就是没什么颜色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没有颜色。这就是好莱坞吗？好莱坞不是都是画的蛮夸张的，然后还是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它这个盘。好像不太像，就是不太像正常的那个盘，就是你看，这个是亮片，就是 pop 的那个颜色，然后这个是粉色，然后这个是眼窝色，这个是加深，一般加深都在这边嘛，它这个是反的，这个颜色倒比这个颜色要深，我用了几次了，其实我都没有觉得这个盘，然后 pop 没什么可 pop 的，就是这样。这个 pop 不是很明显。OK， 然后刚才我用了这个 IGK 的这个 dry shampoo， 英国有很多 dry shampoo 吧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 IGK 的这个 dry shampoo， Prada 的香水，来一点春天的味道。今天的 Charlotte Tilbury 的妆。换衣服，真的今天的天无敌的。哦，你是那么小的？哦，你看人家，不想起床，不想起床。妈咪，为什么要起床？嘿嘿。然后再喷一点这个，就乌拉。然后鞋子还是这个 YSL 的。YSL 的这个就不塞进去了，或者塞进去，就这样。OK。然后还是拿那个 Chanel 的2.55的那个包。